人称房产小甜心，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的经理嘉欣。我们就叫做实价登录2.0，但虽然大家还是骂得要命。我们实价登录的这个部分，过去是30天嘛，对，那未来它会改成即时。坊间很多人都说实价登录是假的，但我很想问说，你觉得它假的，那你要哪里找真的？你这样会失去你的工作吗？应该不会吧？这样子我再请原谅我。实价登录价格，它其实它会很接近屋主心中底价，就是现在的屋主不会再出一些拔价。啊、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屋主好像赚大钱了，我就一定要杀到底，或什么从6折开始砍，你从6折开始砍，中介被你打会被。